结合了911经典元素以及新式车顶开启技术，全新911 Targa 4以及 Targa 4S 登场了。除了有令人瞩目的设计风格， Targa 是介于硬顶及敞篷的车款，宽滚杆取代 B 柱，前座上方的可拆式软篷车顶以及环绕式后挡玻璃都是它独有的特色。这次 Targa 更配备了 Porsche PTM 四轮驱动系统来提升驾驭性能，而在最顶级的 Targa 4S 上搭载的是 3.8 升水平对卧引擎以及 PDK 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，最大马力294匹，最大扭力440牛顿米，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 4.4 秒。充满时尚感的 Targa 让热爱911的车迷们多了一项选择，在对设计理念以及性能的绝不妥协的情况下，展现了独特的车款特色。